咦，这里怎么会有一个折打天转的积木人呢？不小心下面压着的积木掉下去了。哎，下面好像还有很多积木盒哎。哇塞，我得赶紧下去捡，让他给捡了。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天转，刚才他是掉到这里来了吗？哦，真的哎。哇塞，这里有一盒。哇，去，这版电视弹呢？不过刚才好像不是这个哎。这里还有一盒。哇塞，就是你啊，取经版第三弹，这也是可以抽出折塔的，对不对？哇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不过怎么会是空的呀？ Oh, no. 我的天哪，那就只有两个，不对哦，哇，这里还有一盒，哇，取经版第六弹呢？哇，那难道我超喜欢的折塔天爪，简直不要太爽了、啊？这里还有吗？我来看看，哦，不过它是空的呀，这里也有哎。不过哇，这里好像有东西耶，哇，有这么多零件吗？我的天哪，这里呢？这里呢？也是空的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我看看。是有的哎。哇，今天收获也超级丰富啊，一个手简直拿不完呢、啊。我们赶紧回去拆积木吧。据说先把加号点消失，爱心和星星点亮，在留言区评论加油，看看你会不会得到小伙伴的鼓励。终于到家了！哇塞，还有我超喜欢的折塔，简直太爽啊！那我们赶紧来拆积木吧。先来看看第六弹会不会出赛迦。这铠甲超级华丽，但这个却是超级反派百特星人呐、不行，我得要奥特战士支援。不要怪兽，不要怪兽！太好了，是你的奥特战士德凯奇迹型。哇，再来一个超强的奥特战士，打败百特星人就是妥妥的、原来德塔压住的是超强的宇宙恐龙，原来刚才德塔正在阻止百特星人实行超级杀戮计划，怎么办？前方奥特战士并不是他们的对手啊！Oh, no. 有了，